耶稣很爱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很爱你，妈妈。哈利路亚，再次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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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神迹性的一个医治。这位苏姐妹今年51岁，从小就因为发育的问题，所以她是歪一边的。他的手本来两个手严重的长短手差距很大，现在已经完全的是一样长的，而且他因为常年是身体歪一边，所以他肋骨突出现在是完全平掉了。哇，我们感谢神，这个他的先生是可以做见证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真棒，神是最好的神， Amen。 再次给耶稣最好的掌声，哈利路亚。那我们要再来听见证之前 ，Before we listen to any more testimonies， 我每一个人从位置上站起来，好不好 ？Can we all just stand up right now？ 我要来做最后一件事情。Want to do one last thing？ 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 ，She just said to the Samaritan woman， 若你知道我是谁 ，If you would know who I am， 你就会求我 ，You will ask of me， 我就会赐给你活水的江河 ，And I will give you living water。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人你不认识耶稣的，任何人你还没有接受耶稣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今天晚上这位创造你生命的主，他就站在你的面前，他在邀请你，他说孩子，他说女儿，你愿不愿意认出我就是创造你生命的那一位，你愿不愿意认出我就是你生命的救主，我是赐你生命的源头，我是你生命当中你所需要的一切，我可以使你的里面再一次的活过来，我可以使你的生命再一次的苏醒过来，你不再感觉到空虚，你不再感觉到干渴，你不再感觉到不满足，你过去尝试了很多的方式都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跟平安。那今天晚上你可以做一个决定，就是连接回那位你生命的源头，那位主耶稣基督。他说孩子，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会求我，你会打开你的心来邀请我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而我就要进去，而当我进去的时候，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我要使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今天晚上是你可以在耶稣的面前你所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接受耶稣进到你的生命的当中，好不好？每个人把眼睛闭起来，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有人要接受耶稣的话，你把你的手高高的举起来，让耶稣看见。今天晚上耶稣在对你说，我的国就在你的身旁，我的国就在你的四周围，如果你愿意伸出你的手来触摸到我的话，我的国就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我的国要住在你的里面，我的国要从你的生命当中涌流出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如果今天晚上你要接受耶稣的话，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我要为你来祷告。它是医治的源头，它是喜乐的源头，它是能力的源头，它是你平安的源头，它是你生命当中你所有困境的解答。因为耶稣他将要改变你的眼光，因为耶稣他要改变你的生命，因为耶稣他要使一切都更新，他要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今天晚上你要接受耶稣的，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让耶稣看见。不要在乎旁边人怎么样看，旁边人怎么样看一点都不重要，耶稣怎么样看才是最重要的。他看见你举手，他就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他说你的生命从今天开始以后就永远不再一样了。 Are you ready？ 你预备好了吗？当我数到三，你把你的手高高的举起来，让耶稣看见。一二三，要接受耶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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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敬拜团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要请你从你的座位上出来到前面来，好不好？刚刚所有举手接受耶稣的人，我要你来到台前这个地方来。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而且我们的同工想要为你祝福的祷告，让你更多的来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如果好不好，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最后我就要花你5分钟的时间来到台前，来到台前，然后呢我们会为你祷告，我们会为你祝福，让你更多来经历到这位神。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所有刚刚举手接受耶稣的，你的朋友陪你的朋友来到台前。主温柔的圣灵来到台前，所有的新朋友，所有还不认识耶稣的，刚接受耶稣的都来到台前。神的我，特别是今天晚上，如果你有经历医治，
但是你还不认识这位医治你的神，你要接受他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就来到台前，就来到台前。哈利路亚，更多的不管你在楼上楼下，我们都会等你。主慈爱的真理，他正在呼召你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好不好，朋友，你就带着你的朋友来到前面，就带着你的朋友来到台前。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让我记住，要接受耶稣的都来到台前，我们会继续的等你。不管你在楼上或是楼下的，不管你是在前面或是后面，来到台前，来到台前。在我心就是成为我的路，我就是成为我生命，在这里献上敬拜。我们在前面等你，继续的来到台前，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成为你的生命，他要成为你前面的道路。我知足，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再呼召我知足，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再呼召我知足，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再呼召我知足，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次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好不好？哈利路亚，耶稣，赞美你。今天晚上最大的神迹奇事 ，The greatest miracle tonight， 不是只是得医治而已 ，It's not just healing， 不是只是身体得医治而已 ，It's not just physical healing， 而是从今天开始 ，But that tonight， 所有接受耶稣进到你生命的里面 ，All you who receive Jesus， 你也是接受了神的国在你的里面 ，You have just received the kingdom of heaven， 神的国何等的美好 ，How wonderful is that kingdom？ 神的国胜过这个世界一切所有的环境跟状况 ，It's a kingdom that's greater than anything you ever seen。神的国要带给你平安跟喜乐 ，It will bring you peace and joy。神的国会使你里面有能力可以胜过这个世界 ，This kingdom will give you the power to overcome everything in your life。好不好？所有在前面的，来到前面的朋友。So everybody who's in the front right now。好吧，我们先暂停一下。我要带你做一个决志的祷告。Right now, we just want to lead you through a prayer。祷告就是向神说话。Prayer is talking to God。当我们向神说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必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圣经上说，神一定会垂听，他就要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而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生命将会永远不再一样。所以我要请你们跟我来做一个决志的祷告。
我说一句，也请你跟我说一句，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陪着他们一起来祷告，他们陪着他们一起来，一起来跟我一起来说，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犯罪得罪了你，我承认我犯罪得罪了你。今天晚上，求你进到我的生命里，求你进到我的生命里，因为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宝血，我需要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一切的罪，来洗净我一切的罪。我需要你的生命，我需要你的生命，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需要你帮助我，我需要你帮助我，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来恢复我与阿爸父神的关系，来恢复我与阿爸父神的关系。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在我的里面，永远不会离开，永远不会离开。你要永远与我同在。你的国就在我的里面。谢谢你耶稣。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还有，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神。Let's give glory to God。我们继续的来陪谈，我们留下你们的资料，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Right now, if you've just been saved, we have a little gift for you. 但是我们更希望的就是你们可以找一间在你们家附近的教会，你们可以加入在这个附近的教会的里面。如果是你的朋友带你来的，我希望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去到教会。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经历神，我们可以更多来学习认识神，我们也相信神会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帮助我们如何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明天跟后天的晚上，我们还有医治的布道会。Tomorrow night, we're also going to have another healing crusade. 明天晚上是 Randy Clark 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Tomorrow night, Randy will be sharing a message. 后天晚上是 Bill Johnson 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And the night after, Bill Johnson will be sharing a message. 我要你把你所有你的家人在疾病的里面。So you have any family who are sick. 你的朋友在病痛的当中。Any of your friends who are sick. 我要你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来。Invite them.让神也来造访他们 so that God could visit them also. 让神也来工作在他们的身上 so that God could work in the midst of them. 好吧，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Let's give glory to God. Hallelujah. 让我们现在来敬拜我们的神
事情来感谢你。哈利路亚。留到最后的人有福了，我们要一起唱，锁链就松开。哈利路亚，一起来唱。我跳舞锁链就松开，我跳舞锁链就松开，我跳舞锁链就松开，换你们。我跳舞锁链就松开。Dance, we will dance, dance, dance. We will dance, dance, dance. 锁链就松开，锁链就松开。Yeah, 我跳舞锁链就松开。Yeah.Give glory to God once again.